好，谢谢大家哈、哦，这首开场的音乐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表演。啊，也跟大家问候，大家晚上晚安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哦，今天有活力哈、哦。啊，今天那个阿贝，你一个人盖过所有的了。啊，今天特别有活力哈、哦。哦，妹妹，你今天也要送上你的爱心哦。妹妹今天穿高跟鞋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哦。哦，她是我的情人哈、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他这今天特别呢，从上礼拜开始去买衣服，啊、哦，那上礼拜开始在准备要穿了哈，因为今天情人节，我今天有准备小惊喜，等一下要送给他哈。好，前面呢，我们先开始来演奏哈，带来一个几首。首先呢，我想先分享的一首呢，这个是非常有名，在 YouTube 上呢也受到大概有九亿左右的点阅次数哈。那这首歌叫做《Leave the Door Open》。来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团体火星人啊，那尤其那个主唱哈、啊，他们一个 band 里面呢，每个都非常有这个节奏感啊。听说呢，也要这个开演唱会哈、啊，听说看有这个广告说有火星人要来台湾开演唱会哈、啊，那其中的这一首歌曲啊，就是其中一首哈、啊、，Leave the Door Open， 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这首呢，火星人的歌曲哈，这个节奏很好。下一首呢，我们配上今天的爵士鼓，带来一首呢《The Last Train to London》哈，到伦敦的
末班车啊，这个末班车呢，就是到伦敦它有一个节奏，很快起强起强的，啊，越开越快，啊，那时候我看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它的速度其实是越来越快的，我们就来听听看。